现在桌子前面是喷雾的实蟹、葱姜盐跟清酒蒸的，所以刚刚吃的时候都不要用到，就是醋啊什么这些蘸来吃。我记得我在海上实习的时候，我们抓到那个螃蟹，有一天就我也看人家在做，就抓了一只放在甲板上，中午太阳晒，哇，那味道真好鲜的。那是没有，就是直接晒这样吃。像回想起来，这味道还是也有人肉回味，然后看起来杯子难吃。现在这里前面吃一颗。广岛生蚝蛮新的，但现在吃一个这个很如石蟹，石头的石，螃蟹蟹，真的回味无穷。那旁边还有日本的烧酱。